木工组合工艺是整个制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合同工艺就是将已经贴好阴阳的面板和背侧板组合成琴箱，每个结合点误差不超过0.1毫米。包边这道工艺给吉他勾画出最美的弧线，需要耐心，耐心，再耐心。结柄工艺就是将已经分别成型的琴颈和琴颈组合在一起。泰玛吉他采用的是传统的燕尾槽结柄方式，这是吉他制作非常关键的一道工艺。手工削琴颈工艺，我们的制琴师傅通过与演奏家和乐手们的沟通，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手感，再细致调节每一把吉他琴颈的手感。研磨工艺，这是极其耐心与细心的工艺。磨去毛边，细发木材毛孔，为绚丽的油漆涂装打下基础。